好了，不要屁话，快开开啊！开呀、啊，快开呀、啊！八十包啊，传家宝啊，传家宝啊！要播音乐，要播音乐，我帮你播卡西科一台。我的妈耶！我都记得马卡里瓦拉德拉伊，索勒特基里瓦伊达哟。然后叫伯恩出来看。好烂哦！不要停在这种地方啊，都没料。哎呦，是什么呢？背景，那个我有哎、欸，红的，红的，要扒机器。可以可以，我已经开始拜了。红的有红的有红的。七龙珠那个，地球上的人们把你们的灯有红的有红的，你卖 so well， 哦那个答案已有我的。我就拿冰棒来吃的，太刺激了。红的，红起来！我要帮他播假帕利帕，我帮他播超时空要塞好了。你要跟他，你要帮他播一些跟红有关的歌，他需要一点红色。红的是不是祖国国歌开开靠？靠背太红，那个太红。其实我没听过哎、欸，来我们来听一下，不要忘记了，冷静。没有，我早把那机械静音。来，祖国国歌开考。What the fuck？ 成功 double。
好好丑、哦，干！闭嘴！我要金的哦，有有，渐入佳境了，渐入佳境了。我觉得皇家运功比较好看。没事，我们把它设定成随机，两个都有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祖国国歌一波两个金的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个他枪卡他们国家的那个国歌拿出来放了。哦，不，没错。各好播，玩个播，我先去准备。苏联国歌。哇哎、欸、祖国国歌爆三个金的嘞、欸、很屌哎、欸、这个北拜哦不过他的意思大黄蜂我才有冰冰冰啊、欸、祖国国歌很屌哎、欸、好了要来苏联国歌哦苏联国歌开场太凶了吧但我闭着眼睛抽了，用空白键连打就好了。没败哦，哎 ，T bag。我用俄罗斯国歌大显神威。哦呦，哇！苏联国歌，苏联国歌，连中要来几个框，要来几个框。苏联国歌。红的。苏联国歌好屌哦！哇！苏联国歌，苏联国歌，干这傻小了！哎呀，头会动哎！苏联国歌。哎，苏联国歌很屌哎、欸！哦，苏联国歌很屌哎、欸！
我觉得 ABC 比较好。ABC 会拿那个鞋底的口香糖起来嚼。剩四包了，剩四包了。要海底捞月了吗？要海底捞月了吗？海底捞，海底捞，没了。有人哭晕在厕所了。Angel， 哦，他汇率是几比几啊？没有啊，他那边买1700啊。啊，那一包是1990，就2000块啊。哦，二手他下面写好几千，干啊，他那个是俄罗斯哦。哦 ，God damn it！ 主发炮，快，祖国国歌还在播。哦。哦哎呦，不错哎、欸！人家麦当劳还是好饿。这单下去痛的，我要叫薯条受不了，我吃麦当劳。我完了，是麦香鱼。怎么是麦香鱼？怎么有人叫麦香鱼哦？圣光说：“这单太痛，他要叫个薯条跟麦香鱼压压惊。”完了，是麦香鱼。我要叫300块的套餐。是麦香鱼。啊干，这造型好看啊！怪哦，趁祖国国歌还在播去抽哦。我订麦当劳啦！我先帮你按暂停嘛，好不好？那个气势不能断。我一边订麦当劳，一边那个嘛，好不好？哦，好狠！你就那个只要按空白键就好了。肯定有时运，肯定有时运，你都麦香鱼叫起来了，肯定有时运的。好了，又花300块，看。哦，是不是？你看，祖国国歌屌不屌？那、哦、我只要把垃圾抽完就可以抽好的东西了。哎、你这个想法也是不错的。我 respect 你这个想法。那是肯定。哎呦，哎、欸，祖国很屌哎、欸！吼吼吼吼！哎，为什么音乐被切了？没了吧？3点准备中。为什么音乐？为什么音乐断掉了？我发了。原来是我 RPG 啦。祖国国歌真的屌，这傻小啦。傻小啦，不要抽坏掉了吗？不要坏掉了吗？不要抽到我的东西。
不要偷看我的几率，不要偷看我传家宝。完了，开始蓝天白云了。不知道，刚刚超市哥直接变四面哦。没事没事，四分之一而已，四分之一而已，还好。哦，是不是？对啦。我现在活动，啊，可以直接买造型了。我可以买两个金色的造型。哎哎，抽了，还有在抽了，抽烂抽烂。加油啊，苏联！哎哎，他怎么掉他两次？他没在抖，他没在抖，他怎么喷四下？到底几面？到底几面？哎哎哎哎哎！哎，苏联国歌到底要来几个边框的轰歌了？那刚刚是直播的，你刚直播来两个。我发现祖国歌开始没力了，暂停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要把它换成美股 fire 啊。我们相信美股 fire 啊，再不行我就叫阿夸出来。不知道开了没？抖两次然后不开。哎，我发现了，他这样抖两次都没好货。哎呦哎，马上打，马上打脸，没好，这什么啊？哎呀！打住了，大小！刚发生什么事？美股 fire 太屌了！妈的，丑包抽到 FS 当掉了。
底要来几个边框啦？好烦哦！哇吼！哎呦！哎呦！哦哦哦哦！古美古 fire， 美古美古 fire， 美古美古 fire， 莫走莫走！没有，第一个不是红的，就绝对不是哦。没错。现在都不是重点，今天都不是重点哦。那第一发是红的哦。红的，那。那个声音还特别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砰砰砰！哎呀！我连点嘞，关猫了。我觉得美股美股 fire 没有很屌哎、欸，我的兽是来的，我叫出 Epic Sex Guy 了。完了，怎么看到有点心灰意冷？这傻小，
啊，我回来了。海底捞，海底捞，海底捞，海底捞一个金，更多 Valkyrie。